人进通堂里一算夜时尊，人进通八年啦，算夜时尊，妈的舅，还袂动产的时阵啦，迄阵阮中国，你比台湾请车有无？美国的国安局来台湾，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，林先生，我叫 Roger， 用 Roger， 你若有原子弹？你敢敢向中国个欠？我当戆戆嘞！我都无原子弹，啊！我若原子弹吼，你中国人敢拍我台湾，我就甲欠。笑笑。你啊，后总统选举结束，两过两个月，新闻出来，美国送着原子弹四粒伫台湾呐。饭会使食唔着，物件摕唔着，拢有可能。原子弹送唔着的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要相信无？落尾啊，去四条管道，搁摕到去美国，迄是安怎？什么原因？就是你甲中国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莫乌爸母哦，你若乌爸母，有原子弹伺候你哦。所以中国若敢拍台湾啊，我头剁互你做椅子。啊，你今日中国人去听，我嘛无立脱啊。今日台湾因为被中华民国占领。中华民国的武器唔免买，谁人唔免买？因为台湾唔免买。啊，我若讲吼，即摆若甲美国讲，你袂当卖武器予中华民国，啊，咱这台湾人戆，台湾人开始讲嘛，哈，啊，这林宝宝吼，甲中国人讲的话拢同款同款啦，啊，无卖卖你武器吼，啊，你是咩啦？要投降吗？各位啊，我唔是要投降啦。我是要叫美国人爱负责伊占领的责任啦。头过我讲过，今日这个土地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你若军事占领我的代志，我的安全就是什么人的代志？美国的代志嘛。啊，所以日本甲美国签一个美日安保条约，伊讲台湾周边有事等于日本有事，日本有事等于美国有事，美国有代志，啊，美国是足要求的。啊，叫日本拖嘞！啊，有原因无？有。啥啊？美国要拖日本，啊，日本会甲同意？你敢知影原因？我若甲你讲这个，你绝对会拖起来。今日台湾这个土地，要搁啥个土地？你敢知？啊，人讲日本是无准啊。日本骗。这可能顶。我伫讲以前，你讲的拢有听过。啊，那无吼，我若讲这哦，含遐日本人个嘴啊，大家拢嘴啊开开的。哈，台湾是我日本的土地，安怎讲？我讲给你听。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第二条，听清楚啊。马关条约第二条，是伫你所读的，就是讲大清帝国的天皇。将台湾偏河挂号日本天皇，安尼讲啊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会较好办嘞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一直在想个事情，想啥物事？当然我咧刚刚要讲报纸，咱听你说嘛，别再啊，好无？1952年4月2日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条，听清楚哦。伊讲 Japan， 日本 ，renounce 放弃。All, 复数哦 ，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你听出来这里在这原因，哎，这里在这有重大的错误的地方，你有听？不是错误啦，因关问题啊，你讲 ，all, right, 哎 ，all 是不是复数？咱拢捌读过英文嘛 ？all 的后边啊，复数爱加哪？打 s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喊英文，你都无读过，你喊拜托，对不对？对啦。All rights, title is and claim is， 就是权利 ，title 就是迄个叫做名义，甲主张，我爱加 s， 但是有金山和平条无加，啊无加无要紧哦，即内底过来啊。假骗是啥物意思？日本介入嘛，对不对？你会记得我头先甲你讲，马关条约是将台湾甲澎湖挂予什么人？
日本天皇啊，你当讲日本啊，日本天皇啊，大清的皇帝挂台湾甲平湖给日本天皇。啊，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法律，听没？台湾平湖的所有权交给你上来去吗？天皇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讲哦。现在美国还没说，还没说吗？但是美国跟他说，最后人家崩败在这里。当然今天，这个中国已经听到了。我也有听，你知道，这个法律就在那边听啊。啊，所以你听好清楚哦。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有同款无？没有，无同款啊。天皇是天皇，政府是政府呢。啊，天皇这个。君主立宪的所在是啥？就是讲，非经过的国家是二元化，有两个头啦，一个是天皇，一个是政府。日本天皇有所有权，啊，咧将这个管理权交予日本的政府。所以马克思迄当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伊咧研究讲，到底日本天皇的政治要甲追求哦，后摆无甲追求，单单追求政府。所以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嘛是主权呢。1963年，吉田茂、简修雄，有写一本册，叫做《The World and Japan》，世界跟日本，内底163页，讲啊足清楚的。我日本敢若放弃台湾主权权利，无放弃主权，所以今日为止，日本政府要有主权义务，日本天皇要有所有权。所以安尼的关系，你今年4月28日，咱民政府去日本的交流协会来抗议、来请愿，讲你日本人啊，日本人，1952年的时阵，你讲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将我台湾人的国籍给取消，但是伫人权国约15条之一、甲15条之二讲啊真清楚，所有的人。都要有国籍，啊！而且政府袂当无袂将这个国籍给取消。所以，咱若要告日本政府、日本的天皇，绝对会成功啦。啊！日本人惊，所以日本伫顶个月派3个代表来伫咱只同款伫咱政治台上。即个月伊要派7个人，伊讲哦，卖啦，卖甲你，因为咱要告啥物啦？天皇呢？那我想起来，天皇过来介绍，叫日本人变过，要卖掉，卖掉，卖掉，小参详，我要参详一下，来听我上课。我咱若去甲告日本政府、日本天皇，我甲你保证100%，不是99%，100%绝对赢，台湾人一定填掉日本的国籍。问题是啥？你要抵押我？要不要？啊！你若讲哦，我都反正，我让中国人统治啦，我都甘愿先来摕日本国籍再来讲。啊，台湾人叫咩啊？那准讲，比讲，日本的国籍，日本人是咩？日本人将国籍献予咱以后啊，台湾人是不是变作国家？啊，唔对呢，你摕日。台湾人变成日本国籍，啊，这块土地，条件讲，这块土地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放弃了后，这块土地日本无处分权啊，所以台湾人干了一条路啦，变一条路，你知无？自治，爱家己管家己啦，这就是美国杜勒斯当时替台湾这块土地设计啦。所以美国才会安尼来支持咱台湾民政府，无咱直接咧甲逐个人上课。咱若4000个人上课的时阵哦，咱就要接见员啊。大大细细，不管你啥物人，你老的也好，少年也好啊，拢总爱去接见员。所以咱的蔡志勇甲各位讲的，恁伫遮哩坐，是爱学做官的。恁若感觉讲哦？我的年龄安尼敢袂使？你绝对会使嘞！啊，我会敢收老？你袂老？我有能力无？你绝对有能力。
你莫贪污就好。我以前讲哦，阿扁啊失败失败过，伊就是吼、哦、接受官宦伤济啦，大财团管得拢不赖，唔是无人要管予民政府呢，有呢，要管嘛是足济一件呢，我来讲，咱拢甲自转呢，咱甲今日民进上上届予咱上届济30万。你不敢收啊！你莫收手，后摆我变，啊，我后摆要做啥？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后摆民政府所有职位、所有官员，应该是现主席误会，但是未当贪污啊！你若贪污安怎？免钱，免钱袂使啦，收手来拜免钱，枪毙啦！对不对？你唔敢讲呀？你是怕他没贪污嘛？对不对？对。你家己讲的哦，你家己讲的，你家己讲要枪毙哦，会惊啊？你惊拢在录音啊？我不是你讲笑啊，我甲讲，我拢无笑呢。我是讲实在，咱真真正正要将台湾建设做咱真正台湾人的台湾。哎呀，中国人咩啦？按照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，但很主席，你们种 micro 进入哦，马时的我刚刚刚请求我通过，要我想啰嗦嘞。但很主席有两个州啊，已经通过讲会当发身份证的法律啊。啊，因为去年七月七日，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华盛顿 DC， 给咱设一个办公室。那今日面试还不得嘞？啊，这个办公室有秘书，有办公室，嘛一看呢，一看嘛几啊万，会代表你人呢？在座各位，你有拿着钱无？无。讲实在啊，有啊无？啊，有拿着钱去玩玩，拢无嘛？啊，奇怪，上面那些人呐，很奇怪，我嘛无拿呢，我嘛无拿呢，各位，答案我不爱讲，你家己想。九月七日，美国政府伫世纪酒店替咱办一个酒会，动员国防部、CIA、司法部，拢总派人来参加。中华建军国会、中华民国国庆啊，因这几个单位拢无啦。民进党甲咱讲，因派员吴钊燮啊、萧美琴甲美国国务院讲啥，骗来骗，我真正敢讲。我公开讲，与美国国务院讲，我们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见面，跟他们见面干啥物啦 ？AIT 啦，伊 AIT 不是国，不是这个官方。讲到 AIT， 我拄啊故意讲一个秘密，拄我才发现的啦，二七，咱七月七日嘛，前几天啊，尔 AIT 的。第一署长郭瑞光去拜访蔡英文，有无？有。但是因密室会谈，密室会谈的时阵啊，蔡英文甲郭瑞光讲，我想来讲讲，因为我这个我已经有做动作啊。伊甲郭瑞光讲啥？伊讲哦，我会调中华民国总统啊，但是呢。你美国支持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哦，你反对选举啦。啊，这个组织人莫反对选举，我会调啦。郭瑞芳听听，面色都歹看。我伫组织甲写一份俾郭瑞芳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敢甲我发表，叫我台湾民政府未当组织选举的时阵，我去美国我嚟甲你告。我唔是干呐甲你告，我含奥巴马告到底。你知奥巴马2006年10月24日，我甲过的时阵，迄奥巴马甲今年伊，要搁你开会哦，要搁提起 Roger CS 的呢，也了不起啦。伊甲咱讲伊讲，我吼，我只拄拄我做总统尔，啊，都有人来甲我做，啊，这个 Roger 你是啥物啊？甲迄个美国的迄个华盛顿 DC 的台商的迄个。袂就甲叫伊总统嘛，啊，这人你捌用用，啊，你后所以美国为迄时阵啊，即国家安全会议代表 CIA
国防部未来台湾甲我去。所以呢，咱即马第二个关系甲第三关系已经开始启动了。都甲做，你歪我做，我今日要甲你做。我无武器嘛，我上大的是武器啥物？司法。美国是三权分立啊，司法、行政，甲这个叫做，立法、司法，甲迄个行政啊。啊，这个司法就是当咱就当变名，所以咱过去台湾人足高义，会晓报美国。干那你啊你，你向中华民国抗议啦，十万人啦，二十万人啦，甚至几百万人啦，惊将走上街头，各位，你民进党甲你讲，我们不够团结，不够合作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当然嘛，不相信。那你不够合作吗？二二八手牵手的时阵呐，大家拢去。是不是去牵手？我刚在座台拢去啊，和阮妈妈八十几岁，要求阮兄弟啊三个哦，爱甲菜，爱去甲人手牵手。我呢，我妈呢，我叫伊卡下，你八十几岁啊？啊，你台湾人无合作吗？叫咱讲爱团结，去中华民国甲示威，爱甲行街头，咱无团结吗？咱有团结无？有够团结，啊有效无？无效。所以无怪到今日为止，所有独派人愈来愈少。讲较歹势，合并便当请人食饭啊，安尼听演讲就无人要去。啊，咱在座拢头脑拢歹，恁不只是干那听演讲，恁搁交五千块呢。因为大家拢知影，咱这条路干那有这条路，这个叫近代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这条路，我跟咱大哥伊讲，这条路若我都进台湾，台湾都可以的。但是即马，你嘛要知影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哦。美国的国务院有两派，一派是支持中华民国，一派是支持咱。即马这两派爱战争，咱先博弈观，我下边来定个。用挂号的相挂号，我甲讲，政府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，你台湾关的话爱停止，你袂予中华民国武器什么意思？你的国务院公布，讲所谓的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恐怖分子不是国家；第二，恐怖分子拥有武器；第三，恐怖分子在当地征兵。我甲看法，头前看法，后边看，甲中华民国一模一样。你国讲中华民国呐，不是国家嘛？啊，中华民国呐，有武器嘛？你美国袂可以嘛？啊，中华民国呐，来咱叫咱去做兵嘛？安尼形成恐怖组织，啊，为啥？所以讲一个，这三年甲讲了，惊着。马上甲中华民国讲，伊台系袂当征兵，所以当伊叫伫即马中国千偌粒的飞弹向台湾的同时，叫台湾人毋免做兵，改成募兵制，毋是无原因的，是咱即阵人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即阵人啊，去甲过啊，你好办，你搁征兵看卖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征兵的代志，我绝对敢甲国民讲，是台湾民政府的功劳啦。啊，搁一个代志搁较注意哦，听好哦。去年的七月初一，到今年六月三十，到昨为止，中华民国的部队迄个 logo 爱画掉，这你唔知影吼？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 logo 唔是干那安尼尔啦，迄是叫党徽，伊叫国徽啦。所有的战车，所有的战车，所有的直升机，所有的战斗机。顶管迄个车轮皮拢都摕了啊！到昨为止，拢都摕了。有讲无？拢无讲。拢无讲。青山港、嘉山基地，所有强援啊，拢都摕到最后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去问你出兵计划，哪有伫迄两个基地你做兵的？拢做六个月嘛，变倒去，是安怎？
日本接管。十月份，你日本大地人，九百几个 AIT 的，也九百几个美国的的军人，甲伊的家属退来台湾，有无 ？AIT 宣布讲，为今日开始停止面试，停止签证，有无？啊，遐人走去倒，走去接管。这些人走去接管，接管啥？国际机场内底海关。中华民国不是讲主权独立国家吗？中华民国不是讲伊有主权吗？你的海关给美国人 AIT 判决后壁写 AIT， 你有看无？伊这个所在有啊 ，AIT 有啊，该接管呢？迄人国起全世界吼，那有国家讲迄个海关去让接伊吼？迄种人佫去国家，人佫去主权独立国家，迄种的，啊，佫台湾人吼，啊，佫唔知的时阵，真正咱台湾唔知名啦。所以民国被怪讲美国甲你讲，你台湾人无常识、无常识，没有常识也没有尊重，无乖啊，接名啊，这么清楚啦。啊，我问你，什么人叫做流亡证？蔡英文讲的啊，你会记无？我讲的，我讲足久啊，无人要听。创民国就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好不好？请问什么叫流亡政府？要选择国际法的。所谓流亡政府的意思，讲离开伊家己的领土去别个所在设立的建筑，叫做流亡政府。离开家己的领土去别个所在设立的建筑，叫做流亡政府。敢若亲像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去印度设立流亡政府，中华民国离开。中国在台湾叫做流亡政府，因为台湾这个土地不是伊的嘛，无金砖无民条约，无合约啊，所以叫做流亡政府。但是你知影，流亡政府后壁下次事宜啊，不能就地合法合一啊，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你甲听清楚哦，你认为以前嘛唔知影这呢？你认为迄当阵有要共冻死，对不对？伊讲要啥？费城有啊，有无？有这个费城，以前有这个代志有啊，会记得无？美国甲讲 no， 不可以费城，啥物费城？台湾新政府啊，这个新政府是啥物？定义是人平民政府。中国伫咱台湾设立的组织，一个叫做行政长官公署。一个叫做警备总部啦，一个军政府，一个民政府啦。啊，你因为想要将这台湾省政府废掉，要予直接予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你讲讲 no， 袂使，干那会使斗啥？所以到今日为止，台湾省政府还佫有29个咨议委员啦，逐个月甲你领50000块啦，坐高铁拢免钱啊。你看台湾人偌无聊。你顶位外头叫我去求了，又甲我讲，伊讲，林先生，啊，啥物话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咱去参加 WTO 有无？用独立关税领域有无？因为这独立关税领域哦，就是讲，以美国的判决内底，以以前美国甲墨西哥战争了后啊，有一个城市，墨西哥城市，予美军占领。啊，美军占领了后，伊遐个生意人毋知影讲税金要交予啥物人，所以告用过，告到最高法院判决讲，迄个所在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所以台湾即块土地，要搁伫予美国占领，所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啊，问迄个蔡英文，蔡英文他也不知道。虽然 WTO 以前的，无啊，伊爸爸唔知影。啊，所以你甲想看卖啊？你认为先生叫我去研究，但是落尾来研究成功，我甲伊讲爱去告美国的时阵，伊反对。啊，哪反对？因为你认为身躯边啊拢中国人，我爱讲名。伊的身躯边一挂自然团，拢拢中国人。但是我嘛爱听伊的，我好。那安尼，
伊迄人甲伊讲啥？伊讲吼，伊结婚做十三年的总统，你若去讲啊，做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啊，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，啊，你要坚持台湾，啊，你过去做总统的迄个十三年的官员啊，会无去。也哩，伊结婚去互起诉，伊的官员拢总无去，伊一世人扣他。叫做贪污总统，所以一个人要有政治地位。在座的各位拢同款哦，咱拢是民政府的官员哦。我再甲各位讲哦，咱系四清的人呢。所以在座各位大官细臣，有老的、少年的啦，啊，生了水歹拢同款啦，拢有政治。啊！你即位你若摕到的时阵，我无叫你送红包哦，你袂当贪污。你个真真正正替台湾的百姓在做工作，你讲好无？好。你拢答应我。当然啦，台湾的地位不是我那两节课啊，三节课、四节课按讲来计算，但因为今是头一节。我先将你过去所有头脑内底无正当的，也是无正确的头脑内底物件，拢甲你挂出。然后你才我都来接受明仔载甲后日的课讲课的内容。你今日才来遮上课，我讲你真正真好运。人讲你前世人有修好友啦，所以今日才来遮上课。但是这是上。上冲啊！咱的神啊，予你的任务嘞。台湾这块土地是宝岛，我会当敢甲你讲，美国绝对袂放。但是美国即摆嘛真惊咱呢，伊惊啥？你知影？用人才，我着。你会惊惊惊到落尾，到咱民进党同款，然后你要赶回中国去。你敢知影民进党派暗机枪？去甲中国谈判，我乃知影，美国国安局讲，我直接公开呛声。伊甲中国讲谈判谈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要求中国承认中华民国；第二，蔡英文选举的时候不要阻扰；第三，伊若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他们会帮忙将台湾这个土地要交中国。真正美国串一条呢，所以美国甲我讲，林先生，你袂当出国，你爱去换国安协调迄个位，台湾袂当惊唔着咯。我足坚持的，蔡总你有讲吗？我为倒来到今日啦，中国是无人派人甲我讲的，有啊，$500万、1000万、3000万，我有办时间考伫遐去哦，收入你嘛拢知。我有接受啊，我没有接受，因为我在救灾啊。我救灾的，你看我原本的这啊，从中国出逃，我有讲，我这电视嘛捌讲，我外国讲起啊。所以，我家己感觉讲，既然我对台湾这块土地有责任，我就要讲，我要尽我的力量，当然啦。美国的国安局有甲我警告，中国无定会派人甲你暗杀，我讲不要。今日就可能甲我暗杀，伊若甲我暗杀上街路，我若去互伊暗杀吼，我甲你讲，这个论述，砰一下，一天之内啊，全世界拢会知。我的电脑内底，两只电脑内底，台湾后摆要安怎行，路爱安怎行，我拢写甲一清楚。所以坦白讲，我一丝仔袂惊。台湾这块土地是咱大家人的土地，咱会子子孙孙啊。所以后礼拜七月初八初到初十，咱要训练大学生。咱所有的学员，为第一届到第九届所有的学员，每一个人要负责介绍一个大学生来上课。当然，大学生免交遐济钱。
什么来讲学大学生来上？因为咱的计划是台湾民政府后摆所有政府官员内底要分做三种，一种是老的，一种是中年，一种是少。安尼台湾才会永永久久来传递下去。咱民政府的政策的第一条就是，所有阮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拢准备分配一间厝。你有欢喜无？有、哦，迄个，伊会甲问讲，要分一间厝，啊钱归着来，你免问吗？我甲你开空头支票，你着要相信吗？你一定爱甲问讲，啊钱归着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若唔敢答，即问呐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嘛，钱归着来。我告伊讲，你敢知好啊？夏威夷是一个观光的所在，啥物人要结婚，啥物人要佚佗，拢要豪华伊无？是不是？一天的飞机几啊百架？你知豪华伊这么水的所在，伊的收入是靠啥物名？你知不知？观光啊 ？No， 观光百分之二十尔。你知百分之五十是靠啥物？基地啦，基地租金啦。中华民国，你用咱台湾的基地有够难钱无？伊甲你讲爱爱国，我咧想想诶，还是爱对一个国。我台湾咧爱你中华民国，看到鬼诶！伊要用咱台湾诶土地，爱出钱啦，甲咱掠去做兵，后摆爱赔啦。你敢有看到美国人叫伊拉克人去做美国兵？有无？有嘛？啊，是咱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诶兵。啊，你中华民国，你是毋是台湾人诶敌人？我要做你诶兵。较想就想无咧，所以你免烦恼，你已经做两年、做三年啊，稍等咧，一定有机会讨论的嘛。迄什么蔡总统啊，这边讲啊，什么有咧做三年的哇？哦，变个什么路易特？啊，路易特，迄嘴下面咧，会晓用咱这套？那用恁这套哦，要套的不是那个四五十万的，加简单做三年。你凊彩四五十万，要拄煞，啥物人爱卖？美国啦！你美国交代中华民国代代理，啊，我要告，我当然告你美国啊！但是我即摆较袂甲，啊，无即摆告你较灵哦，美国人惊一条，太好气哦，要卖才卖，伊是别人要告，做兵也要告，啊，卖袂了啊，我即摆卖讲。后摆再来讲，未啦，未遐久啦，小，未啦，冻一年冻有啊，冻一年你无法冻吗？我甲你讲，小蛋，要煮饭嘛着爱社会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要建国，咱也未做建分好啊，歹势哦，小蛋，我定你讲一年就好。是干安尼尔，干即个租金哦，租予美国人哦，迄、那个租金哦，各位咱台湾人免交税金啦。啥物咧老年年金、健保免交啦。老年年金毋是三千尔啦，无就变做三万啦。因为我嘛六十几啊，我袂当遐，为我诶设想。安尼好无？大家我看嘛，拢差不多跟我差不多。什么遐老啊，领一万三千，你有啥物功劳？你领一万三，因为伊是占领者的关系啦，咱是被占领者。后摆遐中国人拢变领，伊若讲安尼无公平，后摆以前你落，你嘛无公平，互相啊。啊，你若谈到咱蔡总统讲的，啊，你若无改，你倒去嘛。所以。AIT 已经甲伊宣布诶，金门马祖是你中国诶，有无？有。迄个甲伊警告，警告讲话，你若无注意啊，袂去互民政府甲你关起啊。我甲你讲笑，我讲实在啊。所以，咱诶第一条诶政策就是，十八岁以上，查甫查某拢有一栋厝。你讲，诶，阮兜有五间啊，免啊，五间当然有。上侪一人一间，啊，若较低吼。我把你当钱卖，啊！有咧水银行一条钱，
啊，你遐侪钱，你要交一寡税金。安尼嘛，哦，安尼可个，可能拢无毛病啊。各位，赚钱愈来愈困难。台湾人以前一个月要三万块，我即摆限赚两万块，都足困难的啦。啊，台湾人足好心来，真正台湾人足好心来，我拢想着台湾人就，啊好笑，啊好气，啊可悲。啊，你讲，啊我都无法度，无我要做啥？你知影很准时，咱民政府某几个代志直接甲中华民国有冲突嘞，但是我一直无鼓励讲含中华民国直接冲突。我讲一摆，我无鼓励讲咱含中华民国直接冲突，因为咱要接政权是要用 USMP， 所以有个人用车牌，车牌就甲换做 USMP， 但是无诶 ，USMP 头前0880多少诶？你找中华民国警察拢唔敢联动，啊有一个石头，伊放着，将迄 USMP 的车共砸落来，讲迄司机哦，迄人我甲你讲嘛无要紧，洋洋落，迄法院有判决啦，无罪。用 USMP 的车牌无罪呢，啊有足厉害无？真正是。啊，是安那遮厉害，教训厉害。伊家己医生看伊，伊去看伊，甲迄个法官讲，伊讲小等下，你要甲我问话吼，你叫 AIT 来。伊也在讲，我叫 AIT 来，伊也在讲，你有关系讲啊，你敢叫 AIT 来？当然，迄个检察官可能是感觉讲，哎，这人是太歹的款，当然无去叫。啊！甲问话，伊讲哦，我无属于中华民国管，因为你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无台湾，欸、这属实呢。中华民国宪法没有台湾呢。啊！你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你也未修改，啊！你请问你要甲我管我？啊！你划看你管的条文伫倒？今仔我提袂出来。啊！这问一半，啊！今仔哦，叫主管哦，哎，唔来三两个叫，啊，三两个叫。啊！叫了后，伊阁起来吼，甲迄个杨杨龙讲啥呢？告诉伊，阁过这个真注意。到我迄当阵，高庭法院检察处甲我叫去，讲我判犯罪，共犯共犯。甲杨杨龙讲，回去啦，回去啦。哎，要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签字啊！啊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回去啦，回去啦。看伊甲挂着去，过两礼拜一张不起诉书文书，啊，即摆这张书文书，咱连同事足侪人摕着。老板，警察人，干你个啥？你老婆？你想要跑法院吗？你哪边走？我赶快回你走。但是最后我是无代志，啊，你的时间会了就对。警察看过来，高速公路了，看过来，啊，无啦无啦，歪掉。所以有真侪人，你若叫法律来，你绝对占便宜。可比讲。去年、前年，十二月二七，我去哦，高检署甲我叫去，讲我判犯罪。像我那判犯罪，就是我甲阿炳啊，我替阿炳写一个文去甲国美国的文书记，你会记无？哦，还有是报纸做大片，哦，假传的，我系啊，假传真好，我就去。去的时阵哦，第一句话，我问检察官，我甲问啥？我请问。我今日是被告，还是我是证人？我是证人还是被告？惊一跳呢！伊甲问我，伊讲：“哎，啊你怎么这样问？”我你要告诉我啊，我是被告还是证人？伊讲：“你是被告还是证人？”我你是被告也是证人。放心啦，我就把回答了。我来干嘛？等一下，如果我是被告，我有权利说谎。如果我是证人，我要说实话。你告诉我，我要讲的。伊就知影讲歹料啦，这人捌法。会记哈，各位，你是无官司啦，你若有官司吼，你若红告还是强，强告还是单告吼，会记得我甲你打一招啦。开庭开一半，你法律卡卡才用啊，卖是检方就用。开庭开一半，
啊，法官讲，我要求那个被告或者是那个原告哈、哦，当证人，伊袂当给伊举证。啊，即摆呐，伊若我欲叫伊做证人的时阵哦，你也甲伊讲，你要拒绝，爱签字啦，一张纸爱签字啦，因为那阵讲白话哦，会判七年的徒刑的，所以有当时真简单的罪哦，做伪证哦。等于做判了较重的，迄个时阵吼，你甲迄个被告也是原告，你甲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讲白餐哦，你做证若讲白餐哦，你以伪证做甲你判，我甲你保证百分之一百，遐个人我会甲你讲哦，好啦，和解啦，和解。我甲你讲，即读法律上爱读歪。今日咱只美国嘛是用这套去甲伊对付呢，诶，我是用金毛读册。你知影国家免诉呢，国家不可以告呢，迄有一个法令的规定是国家免诉呢，但是有一个条件会当诉讼，就是人权呢。咱就是用人权来告美国啦，所以咱用人权来告美国讲，我台湾人。是你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你爱发护照给我。美国现主是有三个所所在吼，的租约是99年，不再99年，三个，第一个关塔那摩湾，古巴。1898年美西战争，古巴割予美国，后尾美国予古巴独立，但是美国要求讲关塔那摩湾。爱做伊99年，搁再搞。第二个琉球的普天天基地，99年搁再搞。迄嘛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第二世界的第三个所在，你拢知影。内湖的 AIT 啊，99年搁再99年，你是土好想嘛知影？人讲真正美国含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的时阵啊，看我讲。99年，搁再做99年，迄个面长高吗？全世界有迄个面长高的吗？除了一条，就是你台湾是我的土地。啊，你知影呢？美国租这个内湖这个土地啊，不是向中华民国租的呢，不是向政府租的呢。美国头脑要求好，伊就头发就伊讲，伊用什么人甲你租，你知不知？伊用福尔摩沙基金会。啊，福尔摩沙基金会是啥物人诶？陈水扁诶，用福尔摩沙基金会和美国签约诶，99年搁在搞。各位，今日美国虽然咱无看到美国人，咱目睭看到，但是实际上实实在在，美国是还搁台湾诶军事占领，还搁存在，正在利用这个军事占领地，这个地位。来征求，来挽求，来要求咱的权利。所以，若安尼讲起来，我相信我今日讲起来，基本上你的头壳内底过去唔对，过去无清楚的，你渐渐会清楚。所以我讲，你袂晓看报纸，你唔要相信。你绝对袂晓看报纸，因为原来我拢捌字啊，我也捌字。报纸甲你写讲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对嘛。那台湾是啥物啦？中华民国啦，甲啥物国家断交啦？甲你台湾啥物关系？咱咧自作多情。啊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嘛是唔对，是中华民国去互赶出退出联合国啦。所以中华民国台湾要加入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未解决啦，因为台湾要过美国军事占领，你是要哪加入联合国啦？啊，然后台湾要公投，对不对？绝对唔对，想法台湾两种人嘛，一种是占领者，一种是被占领者，一种是中国人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这两种人难唔到底是要哪公投？美国甲你讲啊，遮清楚啊，啊，台湾人听无？台湾讲，啊，你美国是民主国家，我来袂当公道。
美国人欠一句话，咪甲你讲个清楚，就讲你台湾人是要叫中国人甲你统治，有两种人伫台湾即个土地顶话，你是咩啊公道啦？中国人讲咩啊？你台湾人讲咩啊？是咩啊公道？所以台湾人袂当公道啦，原因伫遮啦。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台湾人要怎？爱主地啦，毋是主权啦，主权是殖民地才会当主权。啊，讲台湾是毋是殖民地？日本时代拄仔开始的时阵是殖民地，因为是殖民地才会当互清朝将咱台湾来割予日本摕。那毋是殖民地就袂当割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即句话你听清楚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是讲，你是国土，袂当分割，袂当割。但你若殖民地袂当割，但殖民地。予对方接受了后，经过若干年以后，伊若伫咧当地实施伊个宪法，就是所有人地位甲伊本土个人完全共款个时阵，你就变做伊个国土。日本有将伊个宪法伫台湾实施无？有。但是1945年4月7日，含即个日本天皇个诏书哦，我来甲变起来，我日本人讲。日本人惊一条啦！你哪有这个物件？不是敢有这个物件，内底所有的大臣拢有签字、签字哦。所以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就是代表日本的宪法在台湾实施。为迄一天开始，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，旧金山和平条不可能将台湾割予任何人。关键是这样，啊，你有清楚无？有。啊，你讲，较紧，因为时间差不多。我卖阁等你，来明仔载时间。啊，我时间差不多，你讲啥？你讲，讲两句哦。讲两句啊。他不有在讲，他不有在讲，中国迄边会派人，派人来甲你安怎？即我是烦恼呢，你若两三个无来吼，这鸡仔仔吼无家母啦，啊无家母，佫无家家，啊你是要叫我安怎？所以这处理办法吼，伊爱去来，伊爱去做，我哪煞有这个风车，伊爱去在搞，我是烦恼你呢，我是烦恼无家仔仔咧，我家母。来感恩啦，感恩啦，我想讲一段讲，我有问题。我来你讲者，啊，互你拍者，我知影平平。今日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伫国际法内底，殖民地才会当割让，啊，若国土就袂当割让。当时杜勒斯啊，坦白讲，伊已经知影，从这点甲暗藏起来。所以我头先有甲你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伫日本天皇的手头，因为马关条约。这块土地吼，天皇，天皇并无将台湾这块土地啊放弃啊，是政府尔。日本天皇是君，迄个神授的，就是神的土地咧。所以你听我清楚哦，我甲各位讲，那用效忠这两字啊来解释这个国界啊，就很清楚。日本所有的人爱向日本天皇效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？啊，请问日本天皇向谁效忠？没有人。没有，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国籍。日本天皇无国籍呢，所以我甲日本人讲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伊拢惊着呢。伊可能咪，我啊，我能咪听过？日本天皇无国籍，而且日，迄个英国的女王嘛无国籍。啊，咱美国，你过美国的时阵，美国人看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哎，那日本天皇同款。所以我日本讲啊，日本人讲，后摆叫我天皇，你为啥叫你天皇？我甲日本天皇同款啊，我拢无国籍啦。又好气又好笑，啊！但是我讲拢是惯例啊。所以这个代志真清楚，就是讲，台湾的地位到今日为止，无人研究出来，因为真侪台湾人读的是中国册。中国国民党给你的教育，
就是迄套，伊迄套实际上无法理基础，实际上是讲自圆其说。哎，咱甲相信。伊讲你是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？你甲相信。伊讲你的祖先拢是过去为中国走来，你嘛甲相信。伊是叫胡说八道，绝对胡说八道。所以，我有你讲太极拳、中医啊，我你讲，咱要彻底含伊中国文化爱彻底，台语文，甲你创造文字。我爱用你汉字啊，韩国人都会当做，越南也会当做，咱也袂当做。咱的头脑袂歹呢，咱的头脑真正是比因中国人、比韩国人、越南人搁较好呢。咱嘛有法度来做，爱彻底甲中国拆开，甚至我甲蔡总统嘛去讲，民进党执政以后，变得去欧洲、东欧。遐一寡国家，真善的国家，因他某的查甫囡仔，甲查某囡仔十八岁到二十岁，来引来台湾，互伊住，搁互伊钱，搁互伊厝，啊，若含咱结婚，搁送伊大礼物，搁甲找头路，安尼要创啥？后摆台湾的后代拢引他，中国人来来看，欸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你好嘛？好。哎呀，恁这歹徒无用啊！恁拢无机会啊！咱的后生，咱的查某囝才有机会啊！但是我相信，人到是一天啊，咱的时间啊，我估计就咱个三十天，咱的彻底来改变台湾的现状，把咱台湾变作敢那是是瑞士同款，全世界上盖好的国家。咱敢那是美国人遐个租金。咱的国防是美国人爱付的呢，你看看，即摆真侪基地拢是美军接管的，啊无卖武器，其实民政府啊三年前就来美国禁，袂当卖武器。我前两天有写一篇文章，文章内底嘛有讲啊，你美国袂当搁再卖中华民国的武器，因为中华民国是你家己讲的恐怖组织。各位，